好的，现在我们来继续，这个红色头发的小女孩，我们总称她叫红色头发的小女孩。现在她好像在图书馆，有物品吗？前面那个是，哦，手电筒，新的手电筒，哦，它才有2块钱，20块钱。那个蓝色头巾的小女孩，她有10块钱，我记得。好的。问号是什么呢？不知道哎。那我们有了手电筒。开不了门，哦，难道是这个门？哦，真的是这个门呢。先去上方走一走。嗯，那是挺吓人的。开门，开不了门。好的，看下还有没有其他的门。这个问号是。开不了门啊！关灯。看过了这个，哦，开到了，原来是这里啊！快灯，哦，有什么东西呢？这个红色头巾的小女孩现在在图书馆，不知道现在是什么东西。好的，有怪物吗？没有，那我们继续走吧。开灯。哦，10块钱，
卖到这里了。哦，原来这样子可以躲藏。哦，现在才知道。哦，心跳的感觉。什么东西在包裹着？开灯。第二盏灯。第三盏灯。第四盏灯。哦，原来是镜子。来了吗？心跳的感觉来了吗？好像真的来哦。诶，不是追我吗？完了，就这样完了。好的。哦，原来这里是他的家。手套，也不知道什么来的，随便选一个。他的家在这里，刚刚冲过去了这里。好的，出来就这里了。好了，我现在记住他的家在这里了。哦，真的是他在这里。嗯哼。刚刚是图书馆耶。好的，那我们现在可能要需要去图书馆，因为刚刚那个红色头巾的小女孩在图书馆，那这个蓝色头巾的小女孩看一看是不是要去图书馆，先去就知道是不是了，不是在找别的路。哦，有的储存，太好了，太好了。下面，这里有的储存。
来储存包。反正我知道他的家怎么去。我的花泥。What？ 这么多的，连续三个。啊哈！再去一次。再来一次，好的，这里没有诶，那个绿色不是图书馆诶，难道下面好像有个地铁站被封印了，我们去下面看一看。他也没有开。哎，有小狗的声，有小王的声音。有了，有小王的声音。这个小狗，我们就称它为小王吧，因为它的皮肤是黄色的，它的毛发是黄色的。好的。小王在哪里呢？小王在这里。哦，开了。我们跟着小王的步伐，一步一步向前走。哦，这里啊，我难道那个是图书馆？来，哦，快到了，下面，很明显不是下面，这里啊，进不去。看一看，进不去啊！图书馆好像在上面。这里下去，我可能是要这里下去。这里有个眼睛是什么来的？哦，别碰，怕输。诶，这是什么来的？这里下不去。可不可以储存呢？这又是什么来着？不知道。
多。这里不知道是什么地方来的，我上去看一看。给一个储存点，给我储存一下，行不？石头。好的，上面那个屋子去过了，这里也去过了，哇塞，给一个储存点啊，兄弟！下面没去过，我们去下面看看。看看下面可不可以再走哦，好的，我们来这里看一看。这条路我没来过。哦，储存点哎，太好了。血源大水在这，过不去啊！看一下地图，那里过不去，那这边呢？哇！哇哇哇哇哇哇哇！有什么好笑呢？好笑的，我的天呀！10块钱，这边没去过，看一看。好的，石头。好的，没路走了，这边。上面呢？好的，上路上面也没路，
还有那个白色的地方没去过。好的，继续。不知道什么来的。上面没去过。那下面给一个血盆大口砸挡住了。别兄弟别。两个啊，我们也挺刺激的。哇，跑这么快干嘛呀？我都跑这么慢。真是的。下面有路吗？有只狗挡住了我的路。哦，不知什么来的。10块钱，好了，这是死路一条，所以我们要回去。去图书馆。是这里呢？不是啊。好的，下面是不是去不了啊？图书馆怎么去呢？我不知道。我知道的话，我就不用走这么卷了。乌鸦，声音。这是什么来的？这么牛逼！怎么去图书馆呢？
过不去啊。啊，让我想一想，这个图书馆到底怎样去呢？Oh my God！图书馆是怎样的？这地图很复杂。我的天呀，那个图书馆在下面啊，怪不得我找不了啊，是我的问题，那我们下去吧。好的，怎样下去呢？这又是个问题。好，我们现在去图书馆，怎样下去呢？不管这么多了，先储存一下。图书馆在下方。这里过不去，那就是可能要这边下咯。好的，这里就是去图书馆。哦，有的储存了，太好了，太好了。怎样进去呢？啊，怎样进去呢？
哇，地上有个口哎、欸。好的。图书馆在那里。看一下怎么样进去啊？原来这是图书馆。好，再看一下怎样进去。不知道什么意思，这个手怎么会有个手呢？什么意思呢？哦，原来是推开它进去啊！原来如此。哇，这地图复杂到我看不明白啊。我以为下方那个黄色的图案才是图书馆啊，原来不是啊，上面橙色那个图案才是图书馆。
我在这里啊，来啊！原来他是这个样子。不可以拿哦。他说这里。我可以进去了，太好了。刚刚有一段文字显示，可能是这里。好的，我们进去了图书馆了。